人呢，如果有善的人引导，他就不会一直犯错。那我相信，只要说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口气，他能够转恶为善，我觉得我们当志工都是值得的。那我想，其实我们的师兄师姐在社区里面，虽然是一颗小小螺丝钉，其实我们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